大暑的时候我们有吃面的习惯，大家都尝尝吧。立夏大暑不在就靠你啦，蜗牛。没问题，我可是跟大暑学了一招的。面煮好了。我加了很多好吃的呀。冬补三秋，夏补三伏嘛。开动开动。青仔，我们正在赶一批订单，草都用完了，抱歉啊。谢谢阿姨，我们再去想想办法。镇上的人都会草编，你们可以去问问。那你路上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啊。好嘞，谢谢阿姨。没有草了怎么办？别灰心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们先和平路他们会合，然后再去镇上找找。没问题啊。这家也没有。老大，根本没人来。天少，你没有搞错吧？青仔他们真的会来这里？老大，他们在草编工厂说了，要来镇上找编织的草。哎，好吧，镇上的草编这么多，我们可抢不完，只能盯紧精灵们了。大暑天还穿这么厚的玩偶啊，当心中暑啊。你们是草编协会的吧？我一见就亲切，来尝尝我的绿豆冰糕。凉凉的，天上绿豆冰糕什么味道？好甜，又凉又甜。让我咬一口，就一小口。你自己不是有吗？给我。我孙子每次吃了冰糕后也这么开心。哎，等等，别动。你这样子可真特别，来给我当模特吧，我要编个跟你一样的草编。给我做模特，等下绿豆冰糕管够。不行。不好看。当模特造型很重要，要优美。控制情绪，控制力量，控制情绪，控制力量，控制。青仔，我们带茯茶来犒劳你们了。大暑，别上火了，喝杯茯茶吧。都怪我没法控制火焰。我爸告诉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放松心态，增强耐心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。喝完凉茶真清凉。好了，出发吧。老爷爷您好，您这有最好的草吗？最好的草用光了，你们去别家找找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小姑娘，最好的草没有了。谢谢奶奶，再见。再见。谢谢，再见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保持姿势。老大，精灵们在找编织用的草，最好的那种。当模特不能动。你和匕首先去阻拦，我随后就到。
是主人不在家的意思吧？金仔，奇特的方法，我们赶紧去下一家。这画法是一样的，肯定是年兽在捣乱。按计划行动。天兽地兽，果然是你们在捣乱。吃我一拳！骄阳似火，上来吧！轻点，再轻点，控制好力度，冲来吧！老大，救命！敢欺负我小弟！这次我一定要控制好火焰。在这里，老大，我们拦住他了。冰库，年兽邪教，年兽，我讨厌你们这些玩火的下级精灵。巨灵掌强化。这大暑天太热了，能量消耗太大了，还得用老办法解决。大暑，你个手下败将，只会依靠别人的帮助吗？上次你帮我毁掉草编大将，我还要谢谢你。可恶，你还敢说？大暑，放松心态，加强耐心。轻、重、缓、轻，控制情绪，控制力量。听说你喜欢大象。这。已经很棒了。刚刚还在，怎么就走了？大热天的也不吃两根冰棍再走啊？这是草编年兽，是用最好的草编的。奶奶你好。你们也好。奶奶，我们在找您手上这种最好的草料。您还有这种草料吗？有啊，跟我来。这个也送给你们。大功告成。捡起一粒香荷又进了一步。这次大暑精灵表现最棒。控制好情绪是打败年兽的关键，我已经控制得很好了，你们看。肖像，唐·白居易。何以消烦暑，端居一院中，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，大暑的日光中紫外线的含量高，室外气温也高，应避免长时间暴露于室外，以免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和中暑。到了大暑，民间有饮伏茶或者喝羊汤的习俗，有些地方还会送大暑船，把许多祭品放进大大的帆船模型里，敲锣打鼓地抬着大暑船游行，然后把船送到码头，放进海中，祝福人们五谷丰登，生活安康。我是大暑精灵，记住我哦。